徐伟宁大解放，狂晒露半球辣照，粉丝暴动。徐伟宁去年暴雨摄影师男友刘幼年秘密登记结婚，还传出怀孕讯息，不过他的经纪人否认婚讯，坚决表示没有怀孕。徐伟宁近日飞到夏威夷参加友人婚礼，他在 IG 上传比基尼照片以及聚餐的低胸辣照，粉丝狂赞太美了了。徐伟宁近日飞到夏威夷，在海滩拍下比基尼辣照，侧身对着镜头，好身材展露无遗。他今天凌晨在一个写下 Today is your big day, we love you so much。 原来这趟行程主要是参加友人婚礼，他身穿细肩带无领低胸短洋装，大方露出事业线，粉丝惊呼好美哟，超美的，太辣了，这太犯规了，女神好美。还有网友说谁才是主角啊？